妈祖叫我爱。出来，爱出来。啊，出来做一寡代志，我诶，一定会遵守，一定会接受，一定照妈祖的指示来进行。谢谢大家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到板桥慈惠宫参拜，他讲出这段话，其实距离选总统的起跑线，距离已不到半步之遥。而今天下午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颁发荣誉状给郭台铭，为他的党员资格解套。郭台铭更直接表态，要参加国民党党内初选。我愿意参加初选，我不愿意接受征召。绝对不接受征召。如果选上，那我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的这个角逐。台面上的党内制度可以弹性处理，但台面下如何整合韩国瑜、朱立伦、王金平等天王们，如果这一局处理不好，恐让党内走向分裂。也许只有大家都要拉关系的妈祖能够给答案了。一切妈祖会安排好。台湾一周刊即将迈入订阅制新时代，即日起加入一周刊会员，一定有独家好康，一定有哦。注册步骤超简单，只要进入一周刊网站或是一周刊 App， 点选注册，就可以选择使用 Facebook 账号、Google 账号、手机号码或用 email 登入。即日起加入一周刊会员，一定有独家踢爆，一定有偷拍影片，一定有好康抽奖，一定有限时免费中，手脚要快哦。